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化遗产管理四年级的学生 Eva。 咁我哋澳门旅游学院的文化遗产课程咧，喺成个亚太地区嚟讲都系非常之独特嘅。咁澳门除了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澳门历史城区啦，佢本身多元的社会背景都俾咗我哋学生唔一样的国际视野。咁我哋嘅文化与遗产课程经过咗课程的改革之后啦，授课嘅内容咧都系更加全面同埋有趣嘅。我在澳门旅游学院度过了非常精彩的三年，曾经在学院不同的教师带领之下参加了一些不同的比赛，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除此之外，我们学院都非常鼓励我们学生去参加一些海外的交换或者是实习课程。在新冠疫情继续肆虐的背景之下，我都非常幸运地在大二的下学期去了深圳大学进行半年的交换学习。咁我喺深圳都度過咗非常之充實同埋有意義嘅半年嘅。咁同埋喺大三嘅上學期啦，我就去咗北京嘅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秘書處進行一個半年嘅實習。咁半年嘅實習計劃啦，唔單止有機會俾我去認識到國內嘅文博行業啦，咁都有機會俾我將所學嘅實踐起身。咁我哋嘅文化與遺產課程啦，除咗注重課堂嘅學習之外啦，仲有好多實地考察同埋實踐嘅機會嘅，絕對係比我哋想象之中豐富得多。咁希望好快可以有機會喺澳門嘅學院見到各位啦。